嘿嘿嘿，聚聚。我能中单吗？哎，我就发现我每把打着上路啊，玩个王八总能碰着这种玩意儿的。你说不是铁男呢，就是杰斯啊，就是，哎呀，好难搞，真的。这亚索是个好人呐，这亚索没带魔抗，跟我换路，爱你。这我打中单就行了，谢谢金三叔的20个办卡。如你所言，多兰顿、齐亚娜，这还行啊。我拱你。他一级学个啥呀？这。你是不是瞧不起我爹？为什么他能 A 到兵，我嘲讽不到他？我天哪，他攻击距离有点远。啊，学 W 有元素。你不说我都没看见他环儿好像冒火了，我以为他原来就这样的呢。怕什么玩意儿呢？给我干！算了，别干。哟，nice 啊，兄弟！完了，这近战兵应该是吃不到。齐亚娜回家了。去上路了，去上路干哈去了？我跟铁男换路了。你来中啊，我回去了，没事。这波我也不回家了，我就收波兵。这挺好的，又回到了上路。他又来了，来来来来来，我再回去了。来，我再回去。精神病，你不怕死是吧？我再回去。哎，我再回去。我看咱们谁能换得了谁啊？今天谁要是忍不住了不换了，那今天谁就输了，行不行？换就换，谁怕谁呀？啊！别这样！啊！点烟了，给我踹死他！哇，兄弟，这太难受了！引言什么引言呢？我都死了，我给谁上引言去？我给那瞎子上引言？惩戒小兵，那他不惩戒小兵，他还把人给惩死了。他肯定只能惩戒小兵啊！叫人了，是不开始叫人了？
致命引言。这玩意儿太烦人了，这回家，我们也回家。先来个皮孩，哇，厉害呀，锁啊，出来了啊！这齐亚娜连个鞋都不出，希望瞎子不要升六了。小心点啊！对，塔下回腾。往哪跑？你这瞎子，可挺烦人呐！可挺讨厌厌呢。瞎子怎么会出现在我中路来好几趟呢？好多趟啊，不应该呀。看来这个英雄联盟这游戏现在就不能先选王八了，你知道吗？先选王八吧，这英雄老容易被扛特。拜拜。着实是挺烦人。这到底是嘲讽到啊，还是没嘲讽到啊？别这样，别这样，别这样！哎呦，给我踹死他！驾，漂亮，兄弟，试过车是不是？我就两管血，你要过去干啥去？你有大是吧？哇 ，nice！ 你这不单杀能吗？你叫我过来干啥呀？原来你只是缺少一点勇气。亮牌啊！可以。拜拜！打死我！哎，别！这波塔皮可能要掉一层了，他攻击力挺高的，嗯，掉了一层。我们上来啊！嗯，哎。我靠！我今天必须得拱死他！
拜拜。Goodbye。动力冲刺。打啥呢？跟谁打呢？长本事了，依我的脸儿。别人给我 A 死他！啊！饮马，饮马，漂亮饮马！驾！我王八，你饮马！俺俩今天还不杀个瞎子？漂亮！还好这饮马，再把他给点力啊！差点钱呢，差500太多了，算了，回家了。亚索不应该在没有兵的地方跟别人打。好痛哦！你俩别来中啊！这波你俩别来中，你俩来中我把你们俩都给你杀了。你俩千万别来！我已经警告过你们俩了，如果你们还要来，那我也没办法了。好，对，铁劲来。往哪跑嘞？往哪跑？你能打过我吗？嗯？救命啊！吓死我了！可劲儿来，对，可劲儿来，来打死我！哎呦我操！这虚区人马！给我收银马，又是银马，给我斩杀了！哎呀，终于等到了银马。我都一杠三了，我怎么感觉我有点无敌呢？我感觉我不应该是一杠三呢。给个人头吧，求求你们了。哎，没有双 buff 的我很难受，很难受，很难受，相当难受了。给点，给点做，给点钱吧。把塔先拔了。你在干什么？
老哈的，又是你啊！又是你！算了，走。人薛微是有点多，这人马来了，这不随便干了吗？兄弟，先杀 ADC。哎，这 R 闪掉了我们十几滴血。我给你扛塔来。你怎么还搁这打石头人呢？这是你能打的东西吗，兄弟？不是，这是你能打的东西吗？给我杀点人！漂亮人马。老打工仔了，来来来来，来这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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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呦，我终于有个人头了，可不容易啊。太猛了，人马！哇，狂奔的马，马啊！还有我，给我杀！哦，有点猛啊，人马。有点蓝炼汉的意思了。国服第二人马就是你了，兄弟。海温生机，可以啊。水龙魂，几个人啊？哎呀，你看看我这一钓鱼钓出来多少人？你看看，啊？我还能不知道运叫运吗？真是的，我就是想骗点弹幕。哎哎哎！哎我操，跳弹，及时救命的跳弹，兄弟快跑快跑，这还不跑？你知道多少个人？往哪踹你呢？你要杀谁？要杀俺们家 ADC， 这也得经过我的同意，你给我刮痧吧！人马踹他！太难了，如你所言，拜拜。1050
1200，哎，刚好。我操，这人我才发现叫乌兹威真。乌兹威真，可以啊，乌兹。我给你那啥了，我给你探个视野，好吧？哎，来呀！我今天必须得把这铁男给他杀了，漂亮，走位，先杀个 ADC， 算了，就杀这蛤子。抡死他，漂亮，这人马。哎，真的，其实打野人马比上路人马厉害，不知道为啥。右左